听说过，对，就是所谓水果采购。嗯，我们这边都我们都会有很清楚的说明。那你有遵守这个业务吗？没有，我四年半不是光水果，四年来只有一罐，不管你是卖地球仪，你是卖电脑报表纸，你是卖工程，你是卖水果，你是卖凤梨酥，不管你卖什么，只有永远一句话，请照采购程序，就祝你心想事成，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台词。所以大部分商人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之后就不再讲，那这牵扯到侦查了，我就不再讲，因为检察官也有交代过关于侦查内容，咱们就不再讲。